前发现我家猫要喝他老婆的奶，结果被老婆教训了一顿，现在依依也不搭理他了，还把气发到弟弟身上，真是一身的反骨。你今天就是好好反省一下，知道吧？ Later。 那不是厕所。下来，你要挨打，我跟你讲。你不要觉得你长得可爱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。今天就让你见识下我的厉害。这是我最近很上头的猫的教育 APP， 叫做遇见喵克斯。来，给你看一下。我看看。这座岛上的小猫勤劳又有猫德，这里的小猫咪是塔防指挥官，和怪物战斗，厉害吧？玩累了塔防还可以指挥猫咪去干活，打造出美丽的小岛和公寓，果然很上头呀，看来这招有用。移门点击左下角，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吧。他们又和好了，小猫的世界真的很简单。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